你在弄我的车呀？我不知啊，我是。啊，你叫停啊！我是你在弄我的车。男子被远警反手压制，不断挣扎，被质问为什么要撞进车，竟还大声否认。别来，撞进车。我无弄啊，对啦，我撞起来，我撞起来呀，啥你动啊？你唔动？啊，撞起来去切掉啊！明明就撞警车，男子被上铐后还不停狡辩，惹怒远警，最后被压制带回派出所。我讲动啊，啊，西瓜伊就碰着就弄着啊。其实这名男子是偷车贼，27号早上7点左右，发现南投竹山一处民宅空地停放一台小货车，骑了带星和同伙开了车就跑。事后车主发现车子不见，赶快报警。处理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被偷的小货车正前往市区途中，立刻追上去。货车刚好从警车旁边经过，远警马上鸣笛示意停车，没想到窃嫌竟还猛踩油门加速逃逸，并弃车逃逸。远警随即下车，在后追捕将两名犯嫌那个逮捕到案。42岁王姓嫌犯开车逃跑，一度冲撞警车，最后不死心弃车逃逸，一路跑给警察追，但逃了100多公尺，最后不到3小时就被压制上铐，被一切到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。记者曾伟翔、徐文、谢云珍南投采访报道。